住大腿哦，来加油，继续往上抬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好，臀部，哎，臀部往两侧哦，尽量往旁边，好，收小腹往前，收肚子哦，哎，很好，再往旁边，动着你的腰部。好，来转动你的腰，哎，转动你的腰部哦，尽量往前扭转，对，让你的腰的曲线会越来越明显。好，来，嗨，刚刚那几个动作你学会了吗？不要忘记哦，我的课程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9点，活力有氧等着你来。